小一的那三个字是空的，我的估计也是两个框框吧。你也是两个空的、哦。对啊，我们是两个框跟三个框。然后你现在是队长哦，那个 不是我按 star 是不是？对，你要按 star。啊。放开就是打。OK。糟糕。哎、欸，太小力了。碎啦，怕。No！ 4-1，这算是我的问题还是？各位还没。你一个弹射出去，哎，天哪！我进洞了，弹出来。而且为什么你的是红球？我没有调吗？我颜色没有调。我有改过，我有改过、啊。哦，你有改过。不是啊，我刚看我进洞调，我刚也有看到进洞啊。问题是瞬间就弹出来啊，你被拒绝了、欸。那个杆子。我只有玩 Wii 的时候才有玩高尔夫球。哦，一个月来吧。这个是哦，这个叫啊被拒绝打回来啦！你外给被拒绝打回来啦！你有被拒绝吗？没有，我还没有出去了。哇 ！Bogey。Hole in no， 我的 hole in one。哦，小月飞出去，小月飞出去这个字好奇怪，为什么？怕？怕？我们在怕什么？就是标准杆啊。怕什么？怕是标准杆啊。怕？我知道是怕、欸。怕？不知道哦，那可能是日文讲。不是怕，好啊，怕是怕死的意思。嗯。啊，忘记哦，原来是这么远哦！滚汤吧，冲啊！干没有进去 ，birdie 低于一杆，那低于两杆的话是、低于两杆的话是什么 ？Eagle， 你专心打球啦，小月。想打个 Eagle， Nice！ 啊，糟糕！冲啊 ！No， 不要挡我的路！谢谢各位。太扯了吧！赛道了，我根本就不……他刚刚挡到我的路，你知道吗？哎、啊，又回去。下面可以，小叶。是，哎、欸，过头了，磕巴，抓那个角度弹进去可以。我刚刚也停在这边，糟糕 ，nice， 啊，这杆真的是很麻烦，角度不行，这角度不行，这角度可以试试看，麻烦。后面真的蛮困难哦，这个、哦、，nice， 不行，你要被带走了，哦，你可不可以撞起来、啊？为什么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一个弹射利刃，嗯，可怎么不动？哦，见了见了，这是干嘛？What？糟糕。轻轻的找我，小月，轻轻的。
我们破完新上路。我刚一开始的时候，他给我弹到太高的地方去，他就一开始给我借我。哇，八十。八十。哎，我低于三杆呢，我好厉害哦。Return to lobby 哦，你要直接进下一关吗？就 Return lobby 选下一关、啊，就直接沙漠了。嗯哼。这是哪里？很好。啊！啊，这么远啊！波比，两杆标准杆哦，很可惜，差一点点。好，不够。进洞，干！总算换我啦！玩玩圆球就这个样子了。可是小月，嘿。好，你滚得好远哦！这不隔一格半，不止一格半。为什么你是瞄的杆打吗？你是不是你的线是瞄的杆？是啊。哦，他 max 了。我有成就。这我还没拿到那个成就。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我、哦、要上去。啊、哦，是要上去是不是？太远，科波。太远，瞄了就掉下去了。我跑不去了。啊？不行。直接飞过去是不是？对，要飞过去，不好飞。哇，确实不好飞。麻烦的，我飞两格半，两格半。Gosh， 还要再远一点，两格半呢、啊？这一定是叫我飞右边的那一根，右边。哎，你左边，左边说错了。到底是你的左边还是这个？啊！飞过头了，不能那么用力，小力一点。怕？有没有？左边那一根没错、啊。对吧、啊？只是我。你刚后来跟我讲右边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发出去了。哎、欸，小月还没有。三格打左边那一根，小月。左边有个凹槽，你们看到？你瞄那个凹槽的正中央，然后三格啊！你那不是三格，我很确定你那不是三格。糟糕，剩三十秒了。有，最后一杆一定要进哦！你这个距离大概一格，但想拿杆就说嘛。免费送你两杆，这个是不是直接飞过去啊？我不记得，我记得是好像一个，哇靠！记得不能四个，我记得不能四个，三个会超过。哇，好近，好近 ！Birdie， 靠腰弹出来。哇，这个地方麻烦哦，小叶那个地方更麻烦。弹很小啊！你这个弹的也弹力太大了吧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快到快到！干 double！ 我的大概两杆就到，因为我一开始就在最中心。我刚刚就弹出去的、啊。不对，我刚好看到弹出去啊！这有水，有水是没问题吗？这可以啊，它水故意的，你要进水里面。游泳圈是怎样啊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
为什么？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！啊，糟糕！哦，这是直接过去的哈、哦，害我小心了一下。去你！哦哦，你刚有看到吗？我啊，糟糕，这样可能过不去哦。啊！干！我刚看到。干！去！跳下去这里。哦，无法了，这个。Nice。哦，这个还有成就、哦。还有，我好想拿哦，怎么办？为什么我一直打到嘴巴、啊？去你的！原来是这样子啊、哦，这个。哎、欸，我进不去那个洞哎、欸，怎么这样子？还发光，发个毛线毛线光啊！这个，欸、这个是小夜、欸、小夜，你既然就知道这个什么叫做小夜灯了，你的球会发光。我，哎、欸，我弹到屋顶哎、欸，屋顶，等下我看，哦，好，你的也 K，、欸、我看你也是 K K。小夜一直在洞口徘徊挑逗，小夜有没有觉得很亮？哇，红灯欸、哦！我觉得我要爆肝欸，爆肝！细菌，你不要打那个啦，小叶在洞口。什么东西？进不去那个洞，换别的试试看，会发光。三维、三维体、哦。小叶是在洞口徘徊角落，没错、啊。靠边！晚上不要打call。是什么？这是阿努比斯神庙。哎、欸，这个甘肃只有59分呢，我们打了。不可能啊！太friends with Peru 哦，跟阿拉伯人打。再来一场吧。这应该最多几个人玩啊？这个不能冲过头，我记得。大家都冲过头了，好了，至少没什么问题。你也冲过头，恭喜！我这么小力也会冲过头。Boggy， 这是什么？用力打下去就对了。啊！咚！这是圆形的哦、哎，这个是圆形的哦。我进来了。离干净洞。没有，没有。我刚看的是想动的，你问我是不是干净洞？刚刚我在想说，这是圆形的哦。如果它圆形的情况下还给我顶在那边，那真的是很扯，我很生气。哦，这个要上坡。嗨，小月。嗨，风波。嗨，要换你了吗？你是多用力啊！四个。我没有用四格，可是我用大概是三格左右。是要进下面的洞吗？不是，要去下一个地方。小叶，你那个地方，你回来。啊！哎、欸，我飞过头了。啊！我又飞过头了。啊！我拼了。我不管我的甘肃啊！我跟香菇看共处一室。哎、欸、，double，
哈，这样子是 double， 五杆是 double， 到底是有多神手啊？这个配这么安详的音乐，可是玩起来一点都不安详。对，我在玩啊，我在跟小叶还有公婆玩。破破，你不是老干部吗？我怎么记不起名字？后面有东西挡，我看得到啊，我没看到没，过去啦。意外的还蛮惊喜，蛮阴险的这个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角度没有抓好？他意外的还蛮阴险的，你知道吗？糟！其实你只要把一些大家常玩的游戏都拿来做成多人版本，就很生气啦。小叶你好。哎、欸，我下来了。No， Bogey， 你那个又差一点的，天哪！你跟小叶都是，我跟小叶都是啊。对，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的镜头啊。那你就凭那个、啊，凭感觉是哎中了。对啊，那不会太过头啊，那其实蛮容易的。这是去哪里？他上去还是下去？下去啊！那他坐下面这个路干嘛的？因为他有一个是上去啊。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会有两条路？应该是两条路都可以吧，我猜。去你的 ！No， 过头，帅。哈，要这么嗨哦！啊，原来是这样、喔。过头。啊！哎、欸，哇！我看到 KY 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出去、欸，一个失速。嗯。啊、哦！你差一点，你真的差一点，小眼真的差一点。妈！你那个。爆炸，再高一点吧，再把力度调高一點。为什么这么弱啊？为什么？拿成就？你有吗？你有拿到成就了吗？拿啊，反正都差两杆的，没差了啦。这个要去哪里？往上冲吗？上面有洞，我记得好像。我看人家玩的时候是上面有洞。啊？真没动吗？是有啦。我刚跑到的是不对的洞啊。我还是不是很擅长他的。你们还没接完？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小叶那个洞不对，要更右边一点。我还是没办法抓到他的反击力道。为什么我的在跳啊？的水箭叶个什么蛙哥？为什么我球不停下来啊？嗨。我真的没有在停欸，好久哦。对，是不是？我刚刚一直在滚了快二十秒，快二十秒吧。欸，真的欸。小叶，上去大概一格半就够了。
没有，刚差点进。对，我们刚都有看到。也太困难了吧，这个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的是78，我的是87。感觉要去哪里啊？不是，是要去水里吗？应该是。嗯。也不是。这样。用尽全力飞出去。不是。然后过去对面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洞。啊，是要过去这里哦。嗯。进了啊！这个过山车是怎么回事？他会把你撞飞啊！啊，太过去啊！要再轻一点啊！糟糕。他们要跳出去，进，你又被弹出去了，太飘了吧这！这矿车很嚣张哦。他怎么倒的？啊，那我先离开了。Magical 哦，这是这个关卡的。嗯。